这棒打成了一个左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安打是绝对没问题了。二垒双炮者绕过三垒青龙回来得分，林志胜呢这时候也上到二垒，也就回到前面杨教练所提到的这个终究你要跟打者对决了。对，所以然后整个投球的内容，看看郑庆勇在该立的喜爱想办法去吼，拿出一个比较有信心的一个对决球，因为他取得好球能力也不差了。哇，林志胜这个曲球掌握得很漂亮，身体的那个整个身体的攻击那个平衡感，并没有因为这个曲球而受到破坏，卡卡就问。打到了左中外野方向的一个二垒安打，